好，那我们刚刚看了对消费者的部分，我们来看看对企业来说到底这个差在哪里。对企业来讲，其实它有比较多机会是接触到潜在的客户，因为网络理性的边不会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好，而且它比较没有什么区域上的限制，你往实体店面一定要受到区域的限制，对，那你在网络上自然就比较多机会接触到更多的顾客，那销售时间地点当然这个不用讲。那互动来讲，一般来说这样应该会比较省成本的。好，尤其是你有一些比较远道的，他不可能拿到你店家的，那这个时候你透过这样的方式，事实上就很麻烦。因为想你们早上大概经过那个分享的应该比较容易。现在我们还是一样看了这个，反正都是里面的东西，我广告的话你敢看，对了。所以我们就实际来看一下，看看说你在网络上的网站，今天不管你是部落格，你是网站，甚至是网拍，实际上都有这些资料，只是说你能不能看没问题嘛，好，有没有那个权限可以看。那其实我们在网络上有一种叫做流量分析，好，流量分析，那如果雅虎都免费的，都免费的，你有没有想过你知道有哪些男女网站看过吗？假设你在有部落格有网拍，你知道哪些男女的网站吗？不知道，有多少人吗？也不是很清楚。以前我给各位看一下哈，我这边，好，这个网站已经十年了呢。来，雅虎网，这也代表毕业超过十年。啊，以前我们看到的流量网，那个所有流量统计大概就是像这样子。啊，你网站有多少人来？今天有多少的人？好，那今天有多少的人也不知道啊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就点进来。好，我就来看说，嗯，好，今天好下午一点，早上十点，凌晨四点来来来，这个两点六人来，就是有人不睡觉。好，那我就问啊，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，等等的就是这种，还没有多少人，请问这些数字对我们来讲没有任何意义？你讲看黄玉吗？啊，那有男人叫你来，你讲，我是又来，又没来，知道不知道？对不对？那你有这么多人，你怎么跟他们到底看什么资讯？马来补上一下，你讲大家说哦，过来好点啊，你讲大家会来你都。好，那所以这种的资讯呢，对我们来讲就比较没有太大的作用。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要流量分析。什么叫流量分析？事实上说，你说的上网是隐形的吗？去某个地方都是不可以好，还是去哪里人家留下那个啊？你怎么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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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有没有？有时候你就会在网络上留下不太恰当的那个言语吗？对不对？后面就打断，个人会开始发动什么的漏搜索，有没有？其实不用人肉搜索就找得到了，或者因为你的上网事实上都是全都路，也就是说你走到哪里，你从哪里来的，人家都马上知道，真的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那个连线的时候要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 IP address， 对不对？其实你在我们这边，虽然它是我们就是科中网内部的，可是它分配什么时间分配在哪个位置，那个 IP 它也知道啊。真的大概知道，然后在第二个监视器就知道是谁在用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个东西都会有。那我本身也有参与过一场官司，但是我是去当证人的，没搞错，网站给大家，另外就做证人。那诽谤的，那网络上就诽谤了，就写了什么啊不该的那个，后来删掉了，可是因为人家有拍照存证，所以他就要找你了。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到底你在网络上到底人家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啊？那我给各位看一下，因为我这边其实有好几个网站哈，所以我们给各位看一看。以刚刚那个网站来讲哈，就像商业网站也是一样哈。好，你可以看到我这里面现在的统计是一个月哈，它内定是一个月，但是我们可以去修正嘛哈。现在这个是就是最近这个月的，最近这个月我可以知道。好，全部来我这边的大概有3000多个，对吧？三千多个，然后呢看了这么多，平均停留的时间多少？
啊，新来的大概占了四分之三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里有一个很好玩的，叫做什么？教书率。什么叫教书率？你看呢？虽然有三千人，但是好像不甚了解。好，但是各位一定有这个经验，什么经验？有没有你找你最近紧急找一点你要的资讯？有没有点进去？啊，这样你就知道了。他知道什么叫跳出率了吗？来跳得远，他就要讲别人。哎呀，不走人的那一种，哈、哦，就叫跳出率。所以你看，哎，刚才才过四分之一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，哎，有这些啊，这个月，那我怎么知道他们在哪里？所以我们就来看叫做掌握跟布局。好、哦，这我再来配合，这一组先收一下哈。就是这么多，你看，美国的十五个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加拿大的，那个，这边，不认识，太少了，这算是跳出厉害了，都先讲别人。那我们来看，二尔加州 China 的旅游网，那我们就岛内生意就好，你们就在国际生意，那太少了。等于这里有一个比较难过的，我们不小心在这边被统一了哈。好了，反正这好几个地方都是这样的，不小心都变成统一的哈。好，我们就点进来。台湾有3098个，那我怎么知道台湾到底哪些人来比较？第二条，我放大一点，不能，这个图片再放大。好，滑过去，有没有看到这是哪里？好、啊，台湾，三区，一区。猪跳，你还要拼音的话，哎呀，罗马拼音呢？如果都在书本书这里没有中文吗？但是在那个哪里，在那个雅虎的就有了，好，雅虎就有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搜寻在哪里？就在旁边，人家旁边来的吧？所以你在滑过去，我就会知道哦，这里这是哪里？中立，哎呀，好厉害！开业，你看哈。内部，好，所以你这种清楚知道啊，我比较大的、比较多的人来是哪？当然，一般来讲呢、啊，还是北部比较多一点点。好，我们就是南部啊，相对比较，哎，做交易还有273呢，对吧？所以你从这个顶就可以看得出来，那每个地区它都有在帮你做统计，那你们比较清楚你的顾客在哪里了。所以假设你是管理，哎，这个东西是谁可以看的？所以网上管理者可以看吗？如果是消费者，只要给你看，就商业机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什么东西？我既然知道它从哪里来，好，实体的这个地理区域，我还会知道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它是怎么来的？怎么来到你的网站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来看下面这边。好，你会看到有没有三种来源，都在收件群来的，有没有？占了四分之三。好。那么直接流量怎么叫直接流量？就是很多是你直接打网址，还是你已经加我的对方那一种，怎么样？就直接进来的。另外还有人叫做推荐连接网站，有没有看到很多网站都有啊？那个什么相关网站、好像连接，对吧？一堆的啊，这种叫做推荐的。哦，我们就不要说，而是大概分配一下。那么从推荐里来，到底从那么多东西再从哪里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要再来找看看呢，我们来点进来。我们查看大表，好，我们就来看啊，哎，这个主要的来源，如果你是透过搜寻引擎的，好，来看一下，这里有没有哪个搜寻引擎是你认识的？你看，我们在台湾，应该就知道哪一家是最大的入口网站了吧？雅虎嘛，没有错，对不对？雅虎还是最多的哈，一千。可是你看 Google 有没有很多，对不对？可是两家没有你，啊这这是哪里？知道吗？有没有用这家搜索引擎？嗯，没有啊。是哪里啊？是微软是吧？微软的搜索引擎，这就是流量。其实他后来就跟改的跟 Google 一样，就是没什么广告，其实还不错，只是国内用的很少。它就是这一块没有太大成功了、哦、好，那另外呢，各位有没有在百度
这样的百度有没有？还有这个是燕天空哈，三组团的，哎，这应该也不叫三组团嘛，哈、哦。所以光有没有关系？你来自哪里？哎，那么相对的，如果你想要看的，我想要看，哎，既然有人跟我做所谓的推荐连结，我想要他知道说他从哪里来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时候你可以看一下，哦，我现在发现了，点击很多人在玩，有没有？跟这个有差别吗？哎，有人在在知道有转贴的，那我点击我会知道是从哪里转贴出来的。好，这个是追踪，好，那另外这个我就不知道在哪里。好，一零四也有，有没有？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的？哎，这样听说你就比较知道说他们是怎么来的。那如果他是透过搜寻引来的，你还会想要知道一件事情，还有什么关键字找到他们吗？这个，因为如果你以后你想买关键字广告啊，那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，你看到在这边查看完整的报表。我现在可以看的是一个那个餐厅的，好，这个大鱼，好，这是台中的，这个客户，好的，你看一下。好，因为其实他有做关键字广告。那你可以看到，你看，这个就是，我就会比较清楚，他用什么关键字找到的网站有多少次。那那个顺便评估一下你的广告的成效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有这样的流量统计，跟刚刚只看数字有没有差很多？差很多吧，对不对？那你透过这样的方式，是不是可以更了解说我的顾客群在哪里？那是的哈。这种叫流量。那如果你看的是雅虎的呢，就是类似的哈，比如说点击看这个这边的，雅虎的也差不多。那只差在一个就是，你如果是看地图的时候，好看台湾的地图，你划过去，这是这样的吗？呢，只差在这样子而已。好，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参考一下。实际上，我们现在你透过这样的所谓的流量统计工具，我们会很清楚的去知道说到底我的顾客在哪里。当然你又说我的懒得做这些，你要去哪里帮人开启这些关键字啊，有啊，他也会告诉你啊。不过买关键字你只能在有买的那段时间去知道而已啊，你没有花钱就没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做这个是一直累积在统计，所以说你会随时去了解说我的顾客群的一些变化，或者说你有推出什么新产品的时候，哎，有没有人知道啊？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哈。好，那么大致上我们了解这样的概念之后，其实你再看我们电子商务，其实网络上这个消费者的个人习性啊，就像你可以参考一下。第一个，大家比较在意的，通常是价格嘛，对不对？你会再找一下，好像刚一样，我先比较一下。先做一点功课，再来就是那个网站的效率。现在的是现货的速度、物流速度真的都蛮快的，早期后真的就比较差。尤其你有买下去的，可能要好几天，甚至一个礼拜才拿得到东西。现在你看，像这个京东啊，还是雅虎啊，他们都有什么24小时大货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那个什么网络，还有一个网络书店，你们有去过，叫做金池堂。新疆有网络书店吗？他强调18小时到货，是一件笔记当天对吧？那新疆网站是18小时，所以你如果是今天早上订，隔天的，应该是隔天的不用下午就到了，这还蛮快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其实还蛮方便的。那再来就是说，资讯的可信度应该还好，大多数应该还 OK。好，那再来还有一个，因为现在的网络这个媒体已经变成网，虽然一般店家的那种实体的差不多了，所以有拓展问题。前阵子有一个比较有名的，都有人听过，Sony的网站有没有被害？有没有注意到新闻？如果你没有注意到，这两年这几年，东森很红啊，东森购物啊，哇，他的那个设置啊，不是外泄吗？那所以说这些都会影响到了。所以如果你的企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在人家在买的时候就会比较，人家会有点负面的影响。好，或者事实上说真的，有带出来的那个是比较大的，大多数的不让你知道，对不对？因为出来之后人家晓得他卖啊。好，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再看一下有这样子的一个
一个当下对怎么看一下说，其实对企业来讲，对消费者来讲，到底这个网拍到底能够应该说网际网络这一块能够产生的一些影响。好。